蛤蜊汤，蛤蜊汤它滚的，你们就可以喝它的汤了，或者蛤蜊的肉都可以吃。好，但是可能会有点比较咸。好，我问过他的老板，他说老板说没有放盐巴，这个咸是从那里面出来的，他们没有放盐巴。好，他说这个也改变不了了，好，改变不了。那你们蛤蜊汤喝好了以后，第二花雕那个鸡就出来了。好，那个鸡你们吃差不多，他就把那个汤倒进去，好，倒进去。然后你们在桌子上会看到有青菜，或者是空心菜，或者是菇，啊，或者是那个香鸡，你们叫什么？煮的那个那两颗啊，叫什么？腰腰汁是吗？腰鸡啊，那个那这一些的话呢，你们在煮啊，第一锅蛤蜊汤不用倒，滚了就可以喝了。第二，那个鸡花雕鸡吃完了，他就帮你放汤，啊，放汤好了，那生的你再煮，啊，煮了以后。差不多，第三，啊，那个大骨头，那个大骨头，你们叫什么？骨髓什么？那个大骨头搓搓搓吸它的汤那个，啊，那个什么澳门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大骨头那一种的哦。反正我们就会有三锅啊，三锅给大家。好，那今天晚餐没有那个水果，没有水果。今天晚上的话呢，他们在家餐厅会搭配这个香蕉煎饼。啊，香蕉煎饼还不错吃，是用炸的，啊，有香蕉香香的。那今天晚上的话呢，有啤酒喝，啊，有啤酒喝，啊，所以的话呢，你们等一下就不用花啤酒的钱了，啊，喝酒的钱了哦，啊，所以的话，等一下我们还阿爸还是会跟你们约好时间，啊，约好时间，啊，好的话呢，我们再一起离开。等一下我们的司机阿爸还是必须要跟他约好时间。哦，因为要不然等一下他那个地方不能停车，我们只能上下而已。阿芳要跟他约好大概什么时间，所以等一下阿芳跟大家约好时间的，我们的时间还是请大家稍微控制一下啊，哦，把阿芳看一看哦。这个就是他们的双排车啦，啊，哦，就是他们的双排车。哦，今天水涨潮比昨天多嘞。比较热吧。今天水涨潮，水涨潮。我们现在台湾团很少来这边坐船去玩托伊伞了，以前就很多。沙美岛？不是不是，葛兰岛。嗯，葛兰岛现在都是被大陆团包起来了，全部都是大陆团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哦，我去一次的话，哦。头都晕了，哦，头都晕了。我们公司大陆团，哎呀，台湾导游30个，我们公司300多个导游呢。所以我们公司台湾只是一部分而已，啊，哦，一小部分。哦，你看嘛，300个，30个台湾导游，其他都是大陆的部门。我们大陆部门就分差不多10个部门了。啊，有上海、北京、广东，什么高团费、低团费都有。啊，有些高团费的就住的哦，一餐一两千、两三千一个人头。啊，一个人头，那一般的话呢，就差不多200、300的。啊，就看每一团来的价位不一样。啊，价位不一样哦。明天要去游泳了呢。也没有带泳装泳裤，有哈，带来穿不穿？穿，好几次，对，穿不穿？穿，怎么我都看不到，在房间里面穿。啊，哦，如果阿芳的这样子，阿芳，穿出来。不过每一次我男朋友都说，你确定你敢穿哦？我说对啊，我敢穿啊 ，two piece。他说我不跟你走哦，我不跟你走哦，你走远一点哦。你说我怕狗追我。今天是2016年。他嘴巴很贱，要他嘴巴很贱哦。啊，我其实只要说你自己有那种信心，人家不管你。哎呦，穿那包东包西的，人家全部都看你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老外那么大只啊，他都敢穿那比基尼啊。哦，他敢，人家就不管他。只要他包来包去的话，人家就看他了啊，就看他了哦。所以明天看你们。